这你吧。OK， 我就喜欢晒晒太阳。蛮好的，这里。Merci。他们泡的是跟我们一样吗？对，一样的，把它放到里面。在我们酒店以前老用这种茶，叫川宁，英国的红茶，味道很好。他得给你一个杯子吧？对，这个就是杯子。哇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这个挺好啊，不占地方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我拍张照片。那赶紧吃吧。真的蛮舒服的。店长来了。红哥。恭喜恭喜恭喜。Hello。我们出发了，去上海，极限30几个小时。现在到机场了，马上就要进去了。当地时间晚上7点钟起飞。晚点呢，1个半小时，有点紧张，落地了。现在时间有点赶，可能有点来不及了。哇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心里边就焦脆。真的上个厕所都没时间，只能吃盐。对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咖啡都喝了几瓶。太紧张了是吗？嗯、好了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男演员的归属。阳光俱乐部王小明。我觉得今天太幸福了，是因为我觉得作为演员可以演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。比如说像《阳光俱乐部》里面的无忧，真的在他的世界里就是无忧的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一千抛够。我走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现在要立刻赶去机场，不然来不及了。现在11点12点1刻的飞机。冲冲冲！回头跟中餐厅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喜悦。现在下飞机了，衣服都没换，澡也没洗。现在马上就到了中餐厅了，又回来了。天气好好。哦，这就我到了，我回来了，哈哈。哎呀，我回来了，来，早啊早啊早啊，回来中餐厅的第一天又开始了。我先跟我们的客人，我们的飞人，我们的崇拜的冠军偶像，握个手。好，谢谢。飞人哥好，飞人哥好。对对对，哥您辛苦您辛苦。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。没有没有，以前是在电视上看到你。我也在电视。对对对，谢谢炳田哥，您请坐您请坐请坐。哎，恭喜哦，昨天我们看到您的那个颁奖的那个好感人呢。我这算啥？人是冠军，人家这个在领奖台上拿奖，那一刻才是最值得骄傲的。我这都不算啥。昨天有没有出什么状况？有两个菜昨天特别受欢迎，哪两个？一个是这个煲仔饭，一个是鳕鱼。啊，嗯，很受欢迎这两个。还有一个东西，紧张，我要跟你说的，就是坐前一个客人吃的特别满意，一个法国人，然后这个人本来是做鹅肝，他的公司就是生产鹅肝的。他想送给我们一点的鹅肝，让我们尝试一下。那我们就大家都尝了吧。我非常 OK。你留了他的电话了吗？有。哦，那太好了。你再问问看有没有
生蚝的。嗯，那我们去一趟市场、超市。出发。对对对对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吃个早餐，在路边喝个咖啡，太舒服了。